把这个球打出速度，打出速度出去，一定是靠前臂，前臂的速度越快，出球的那个球出去就越快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像这种表象当中，像这种球的表象当中，太好。你看，比如说我在做的时候，我前臂没有，你看，这个没有速度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没有速度可言。但是如果我的前臂，这种速度就产生了。你看，没有前臂的，肘关节也没有的，它过去的球没有速度。如果你把这个，它的速度就出来。所以说，前臂的速度越快，不管是在发球，还是在正手进攻，还是在反手，你的前臂的速度越快，